我出来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向左转，起步走。哎，吓死人！这么大人你看不见啊？这要在手术台上，你不会给人割错了吧？我穿上白大褂和脱了白大褂是两个人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割。哎，还真有，您把这个生命线给我割长点。搁到这儿。别笑了，还有两个小时了就，上车。怎么还有两个小时啊？我早上说了呀，我10点归队啊。你除了周末必须住宿舍吗？有一种方式不用住宿舍。什么？就是你把这生命线给我划断了。哎，愣着干嘛呀？上车，上车。不是我不会开车，我坐这个。错了。看在你这么好心接我的份上，我请你吃个饭，大餐随便挑。我挑啊？嗯。大排档。大排档，嗯，我让你挑大餐馆，就你和邵主任吃的那家就行。那也不是大排档，那是小餐馆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吃大排档。你怎么对大排档这么有执念呢？反正就得吃这家。哦，行，大排档，你给我省钱我还不开心吗？来，让我看看吃点啥。我请客，你点。不用，你上次和邵主任吃的什么？我就吃一样。我跟邵主任吃什么，你就要吃一样的。啊。你确定啊？确定。你们就吃这个，嗯，生脑花，嗯，大脑刺身，嗯，2700。你吃一，我看看。嗯，不，这种特别的东西我得留给你，我就吃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就行了。女生吧，吃这么多不太好。嫌弃我？不是，就是怕你消化不好。我消化挺好的，你就嫌弃我？没有。你嫌我胖是不是？我喜欢丰满的，但是我帮你吃点吧，这么多。你这样，你要么把这个给我吃了，你要么把这所有的都吃了，一粒米都不准剩。好嘞。你也吃点儿。我不吃，我减肥，我怕你嫌弃我。搞定，我也好了。无产分离。我只用了10分钟哎。我也10分钟。那好吧，这一局外科医生 PK 特警，评分。胜负欲这么强，女强人。你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有。
练习这个剥生鸡蛋是干什么呀？人体的脑膜结构和鸡蛋特别像，非常脆弱，稍不留神就会破坏到脑组织，所以呢，外科医生的手必须可以完好无损的把鸡蛋带着膜给它剥下来，这毫厘之间保护的就是生命。厉害厉害，承让承让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练穿大米啊？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，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目标一般都是很远很小，所以一直盯住一个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。这是练习的一种方式吧。真厉害。哎，对了，柯小姐说你房间里面的那些乐高小人都是你的心上人啊。什么故事？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些事儿呗。有兴趣啊？没有啊。哦。说说呗。不是说没兴趣吗？哎，有没有想我？怎么问这么直接呀？说了我都不好意思。干嘛不进去啊？嗯，搞的什么？我看看。啊什么呀？想就是想，不想就是不想。听听，就这么一点？就一点点。那你呢？你想我吗？嗯，想。铁汉柔情吧。太肉麻了。很想。别捅你了，罗婷，你别急，我没急。行行对。呀，视频呢？哎呦，哎，米医生好。嗯，你们好。干什么呢？我来送钥匙。我们也是来送钥匙的。你钥匙落食堂了。先忙忙，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啊！哎，不耽误不耽误，迷着那个我们下班了。哎，挂了。哎，那个行，那要不我们先走了，你休息吧，我们走。哎，你听着，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别闹，没事，行了，行了，别闹，行了，行了，别闹。